说，我对博士的时候呢，我进博士哎，那时候有博士认识了现在的吴总，吴董，吴董躲起来了，那个吴英德。吴英德，他是我的《博士英雄传》里面的战友哈、哦。那我们认识，然后之后就进家商这样。那其实这些姻缘都是靠我爸爸，因为呢，他工厂把我拖回来，然后重考啊、哦。那后来继续当兵啊，考大学啊，当老师啊，然后努力做所这些呢，就是会有今天的姻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回来照顾他呢，觉得说。也是应该的哈。那其实就是所有这些音乐呢，一直到后来吴英德呢，他奇怪我的工作是老师，然后但是奇怪我不常画画，反而他很忙，他是大兴旅行社董事长，我旅行要找他哈。那结果呢，他每天画画，我就很不服气，我就跟他拼了哈。所以呢，后来其实这些画大部分是半夜画出来，因为呢白天要上班哈。那吴英德，要不要讲几句话来？那个他讲的哈，言过其实啊。其实，那首先呢，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贵宾哈，谢谢各位哈。那郑老师是我多年的好友啦，他无论他一次创作，绘画领域里面。那处事的态度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哈、哦，哎，那希望他有空再回来嘉义哦，再共同参与我们嘉义的盛事哈、哦。那在这里我替我们车长谢谢各位，好、哦、像那个局长啊，那个台南，台南局长，那个文化局局长哈、哦，以及张金武哈、蔡主任阿天，那我是他的吴科长哈、哦，吴科长那个嘉义县吴科长哈、哦，他还有那个吴大奎哈。哦以及我没有念到了各位的，我邀请的各位来参与这次盛会的哈，谢谢各位。那敬祝那个郑老师这次的筹备成功哈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大家。